来来来，鸡蛋配万物你们听说过没？先来一个大家熟悉的黄瓜炒蛋可还行。这一盘我管它叫草莓卷蛋。它难道不是西红柿炒蛋吗？请你少管我，我的地盘我做主。紫薯烤蛋不知道你们吃过没？我都没听说过。别急，小心，我也是头一次听说。它是那个树叶子瓜蛋，没错，蛋被瓜稀碎。手榴弹本蛋来了，我看看谁还敢造次，小心我的蛋蛋送给你。Nice。 我堂堂一个饮品博主，天天不是制冰就拆冰的，我真的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吗？也真是没什么事情。俗话说得好，制冰搞不好，拆冰真烦恼，换一个冰勺得看看怎么个事儿。喂喂喂，咱就说你们咋这样了呢？搞一半是怎么个事？难道还想让我给你们找另一半不成？别做梦了，注定你们要一辈子单身。我的小妈妈知道我的爱好，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呢。翠绿翠绿的好碧亮，有点像我奶奶家的那副麻将。这一盘甜甜圈让我难以启齿，它该属于哪一种味道的呢？总之不好看，肯定不好吃。我真是一个颜值控，它甚至有些费爪子，谈不上喜欢，有点厌倦吧。那手榴弹没有火了咋办？废材一个。最后再看看这个大英雄的杰作，这绿色我甚至还是有点喜欢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，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头上必须带点绿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 的，喂，没错，我又来对暗号了。这冰拆起来好费劲呢，让你们看看我是有多用力。Thank you, thank you。这麻将怎么还变成三色的了呢？还是只有我的绿色好看？也不知道人鱼的眼泪还在不在。还在还在，好逼亮。他确实是跑丢一只鞋的大字贵。这还是王鹤棣的紫外光了吗？感觉快要紫得成煤球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们还别说，这个除了灰色还都挺像那么回事的啊。我靠，你是真不经夸，拼凑拼凑，假装它是完整的。这碎碎冰我真是又爱又恨啊，必须两倍速拆冰，真费劲，拼个粉色星星奖励一下自己个吧。你们看看我又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了，那必然我要开始制冰了，先搓个我最爱的麻将，你们同意吗？我可以不同意吗？那就大喷泉伺候你咯，好奶好奶的马卡龙配色啊，简直爱了呀，人鱼的眼泪就还给你一点吧。它本不就该属于我吗？你都是我的还管那么多？你们想知道我在干嘛吗？其实我对自己也是有100个问号的，我不明白谁给我的勇气让我做个小星星，我真的根本不会的，那就让它毁灭吧。你们不会天真的以为我都会用白色做他的吗？赶快为你们的天真买单吧。也不知道王鹤棣的紫外光对不对啊，先安排了再说吧。你们有知道他是什么的吗？拆冰再说吧，宝们。